干工业算系推动最重要的产业之一。不过，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地区，其推动台体占三到四亿的行程。最近开始进入马来西亚的航团，将推动列作主要行程。本周后，其农家行个行到红一度，其落地门还很有苗族延续台湾传统的信仰。唔单像本国外交客看到冇强强嘅推动，日本国内业者发现还拿到国力发展的方向。虽然你拿到挖别的国面学蛋糕挖石，有啲人青菜挖，有啲人在学啲白蛋糕嘅传统面谱来挖。睇完晒停停，突然营业行业苗地都认识一件共苗。那边有画这个吗？没有，没有的脸谱。没有，没有，第一次画。包括现在参观这个庙宇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也是很多，不过就是说没有这么深入的介绍。过来看日会的文化，学到好多东西咯，看到唔同嘅东西咯，佢哋有马来西亚冇嘅东西。老一班刚刚喊红叶，一群人量表，大概六十个马来西亚亲子团，一转台湾行的半夜七夜都带啲台东，从中国慈善贵路的高到四期都看眼，加到巴朗泰托骑士冷茶，一到陆家田地都做甜食杂茶，阿姆有啲事情关系业，阿个行业台东步上路记录的行业都认识老窝老店家也系苗。负责理场的工作人员都强调，想要留菜地见面，也是组织合作，争取的证件曾经认识当地。好山好水啊，然后好精彩，它并没有像传闻中的说的那么的无聊。跟着在地人的脚步，对，探索台东，不管是导览或者是文化体验，它其实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期性的一个累积。那我们有更多更丰富的这个故事跟整个在地的历史脉络，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这个行程的安排。马来西亚亲子中心一讲，一般团体旅行，当车抢黑，坐车睡末，下车过后买东西翕相，目的的旅行真件意义。一转推动亲子团的建议，一位小姐本行客到马来西亚，今日来台湾，成都搞台独，下个新闻是革命，台独不妥。